来一下什么时间点？2015年10月27号礼拜二的晚上10:05左右。OK， 就像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天文之第四号吗？我看看，然后天文之第三或第四还是第五号？我就再检查一下。OK， 天文之第四或第三，第四号，至少是第四号。OK， 天文之也是一样，是 Astronomy Now 的网站，是 OK。Astronomy Now OK， 那个是英国最知名的是天文学网站。可以的话，看这什么时候时间点 ，October。到十多倍，甚至数百、数万倍以上的恒星呢，基本上以后的话，会非常膨胀非常大，然后突然塌陷，那就是 supernova， 就是超新星爆炸了。到最后阶段就变成黑洞了。那像太阳一样质量的那个恒星呢，大概啊，膨胀之后变成红巨星。如果我们本太阳系来讲，那我们太阳系在50亿年后
的膨胀的红巨星，不还不叫五十亿，那几十亿年膨胀红巨星，它滚，但它面积非常变得非常大，体积变得非常大，它甚至吞没了地球的轨道那么大，然后在塌陷，往里面塌陷，快速发塌陷，塌陷像台湾一样老 K 啊，和地球一样，那就很质量就变很高了，那就叫做白矮星阶段，那闷烧阶段，那就接近恒星死亡的阶段，他们这样认为。那它不会变成黑洞，那变白矮星，质量就非常高了，质量那么高，然后体积那么小，那吸引力非常大了，那很多东西把它吸进去，而且闷闷烧的状态。那如果黑洞的话 ，supernova 就是超新星爆炸，它是黑洞的话，基本叫原点程度了，那吸引力更大，质量更大，但是体积非常小，大概这样子。他说这个白矮星没看到，说它这样摧毁一个，摧毁一颗行星，地球一样的行星。相对论100年，是不是？然后他说还来原来买我们第11月份的那个期刊，江明达，我说我一看那是 Pluto， OK， 什么东西 ？Kerberos completes family portrait of Pluto， 是啊，那可见冥王星不止一个月亮，它木有复数，是吧？我看看，我叫冥王星的主题啊，3D 照片看冥王星，就是新地平线号的团队呢。研究报告是吧？呵呵，有意思。25周年的哈勃望远镜25周年的，那您观赏的最漂亮图片是啊，在这特殊的专辑里面，夜空。Venus Neptune， 这次叫做金星跟火木星冲，我金星离过木星，然后再离过。10月21号的。